当老师遇上神仙，哎，您谁啊？看你这一生啊，一共犯过179999次色戒，你还真是个消极哥，偷拍狂啊你！他变成了狗。你再对女人做出什么下流的举动，在你体内的变狗程式就会马上启动。那你就不要再闹了，别说韩克了，更惨的还在后面。我将大家美容打疫苗，顺便结账。快救我！1月28日起，每周一至周四晚间8点，神仙老师狗。